一三，紫甘蓝，牛肉，羊肉，干的。你现在的样子啊，特别像学不是学校食堂那个打饭的那个阿姨，你知道吗？像那个喂猪的那个养猪的。来，这个阿姨，哎，给我们打一份饭呗。想吃肉多的还是菜多的？我先给我们家巴豆来点肉多的。啊，我嫌你吃的。我不吃。再给我们家花花少来点啊。花花少来点啊。花花，我们最近调理这个身材的。哎呦，身材管理啊。啊，然后我们家还有俩活驴，他俩你就可以适当多一点。肉菜搭配着来呗，是不是？啊。你家那活驴挑食吗？我们家活驴盆，不给你吃就不错了。我就得意这样式的孩子，有点汤啊，给我们来汤泡着。我觉得还剩了，明天吃，这能吃吗？哎呦我去！看这样子剩不了啥呀？我们那俩活驴的太多了。多不多？行。嗯。多吃点行。给花花再来一点菜呀、啊，花花再来一点吧。好，可以吗？你看这个量怎么样？啊，这是我们豆豆的。嗯。这是我们花花的，这是俩活驴的。可不可以？行，过时哈。嗯，谢谢那个阿姨啊。哎呀，跟我叫阿姨，好像你多年轻呢，叫大姐。嗯，谢谢姐。小姐姐，看我们家孩子。哎，毛嘟的呢，长得。走，吃饭。花花呢？等。等，哎，等，我数数啊，六、八、七、三，我说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。